标志了。此款 AT Power 自排控制器主要的模式有 SP 模式，共有七段，段数由左侧做调整，一到七的循环。另外再按压右侧的 Mode 键回到原厂模式。接下来是省油模式，总共有一到五段，段数越高，换挡的时机会更提前，达到低转速高档位。来达到省油的目的。另外刚刚看到的 SP 模式则是将转速再延后换挡。接下来发动引擎检测是否有异常，故障灯亮起。在吹油门的同时，也会有油门开启发速的显示。